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。空军运油20和歼16飞机近日开展了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，提高了实战化训练水平，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，高新武器装备成体系发展，一系列新型战机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。运油20飞机是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，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，并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。